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。高雄专营的推手陈其迈市长，咱的海委会管碧玲主委，农业部陈全寿次长，咱的全国渔会许德祥理事长，我们所有渔业界的先进，还有我们高雄在地的立法委员，容许我介绍一下，这高雄八个都挺移民的啦，林岱华、李坤哲、邱志伟、刘世芳，要在左南区接下刘世芳棒子，李博毅、赵天麟、许志杰，还有我们的在地的议员伙伴，那么挥挥手哈，谢谢谢谢。他都啊，陈其迈市长说，高雄的渔港的蜕变，前镇渔港、古山渔港、哈马星的蜕变，看到咱建户照顾咱渔民的这个宽容以外，渔村也变得不一样，这是咱的责任。台湾有历史以来，就是有渔民开始，有清朝、日本时代到战后，我们现在渔业在远洋渔业还是全世界前六大，大概产值还有400亿，养殖跟近海的渔业还有500亿，就业人口以及咱的商业的带动非常大，所以政府一定要好好疼惜咱的渔民，支持咱的渔业。好，刚刚有讲到欧盟的2015年给我们黄牌，说我们这个 IUU 渔业要改善，经过三年的打拼，包括陈吉仲部长亲自到欧盟去说明，2019年解除黄牌。在2020年，美国针对咱的远洋渔业，嘛提出渔业人权，咱就修改渔业三法，改变经济设施，慢慢的得到了美国正面的肯定。其中有一项就是陈其迈市长讲的前镇渔港，伊是咱全台湾上大的远洋渔业的基地，吨数最大，渔获最多，伊爱符合着世界的标准，要渔不落地，所以加工冷链爱顶起，要让渔工有人权，所以要设一个服务中心，污水不能排放到港区，所以要接下水道，要有新的渔市场，要有新的前镇渔港，所以这个渔港是一个指标，被永续渔业接轨世界，前镇渔港改造以后，那你要大声说，我们符合世界农粮组织的标准，渔不落地，这81亿也是该开。啊，但是不只是前镇渔港，未来4年有81亿的改造计划。我们执政以后吼，我看过去的报表，卡扎马建户被当，中共吼渔港的改造花了78亿，我们这8年还不包括特别预算，那的渔港改造多了58亿，到达136亿，而且未来特别预算，未来渔业署的预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，所以也请大家吼，把蔡总统、赖副总统以及无这几届的行政院的团队、农业部的团队啊，拖下高雷子吼。当然希望未来不管渔民、渔村、渔业都可以受到照顾。我们养殖渔业现在变强了，各种农渔产品哦，国内国外行销的通路变多了，咱的品牌嘛建立起来，所以我们是三方面哦都在加强，近海、养殖跟远洋。现在高雄有渔业署，海委会嘛在高雄，最近管碧玲当主委以后，
这个护渔哦，救人哦，特别用心。最近为了十个渔民在海外需要救援，开船啊去，搁回来吼、哦、救十个人，总共3000多海里，5000多公里。不管在哪里，台湾在你身边，每个人都要救回来。救到的时阵哦，血压已经230几了，回到高雄降到140，所以以后哦，远洋渔业我们还是要发展一套救援系统，外交部急难救助金要提高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渔民的互助奖励金也要提高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啊，要上船吼，要提油啊吼，也要提高。现在处方签只能3个月，渔船啊一概处理1年，一档的时间哦，这些。海委会、外交部、渔业署推出来，我们会协调，让远洋渔业也得到保障。大家说好不好？我们台湾哦，说海洋立国，但是海洋的资源是我们台湾无穷无尽的资产。南台湾有这么多的大小渔港，很适合观光，很适合旅游。所以我们渔港的改造不只是哦渔民哦有渔获量，让咱台湾人亲近海洋，喜欢鱼的文化，好、哦、这个也是我们的重点，这就是所谓的海洋教育。希望哦未来咱的蔡总统被你拍一个好成绩，我们的赖副总统他从立委到台南市长，到行政院长，到副总统，他对渔村很了解，对渔业很了解。渔台南嘛是哦，我们的养殖渔业、近海渔业的重镇，所以哦，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，也增加了很多渔业署的预算。我相信哦，以做咱的总统，将来照顾我们的渔民渔业哦，也一定会更用心。啊，预算一定会增加，请大家放心。哦，今天有很多全国各渔会来的哦，他们有跟我说，他说副院长，这个哦，每个渔港各有特色，哦，希望现在政府全面发展渔港改造，渔港的冷链，每个地方哦能够同样的照顾，只要政府的财政许可，一定哦一个一个渔港纳入计划，请大家放心。这个许德强他说哦，他要照顾每一个渔港哦，这是很大的目标，但是呢预算一定会增加，希望我们这个前镇渔港这一次的投资哦是对的，那勇敢的跟质疑的国民党跟在野党说哦，你们的眼光很短，你们看不到台湾渔业的价值，看不到我们需要接轨国际永续渔业的价值，民进党的执政就是看得长远，让台湾的渔业可以把渔产品卖到全世界，用更先进的冷链来提升标准，我们的远洋渔业才能够留下来。啊，最后呢，要拜托大家，8年的民进党执政，台湾有很大的改变，世界看见台湾，机器台湾，波好台湾。也让我们在国际问题的交涉上多了一份力量，所以将来的远洋渔业也会得到更大的保护。赶快，我们开拓国际市场，也会让我们所有的养殖渔业、近海渔业有更好的发展。希望赖清德他所代表的照顾渔民的路线，照顾中南部，照顾我们所有的这个不同地方的渔港的这样的路线，会当得到大家支持。那这一票很重要，让这一票继续保护台湾。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我们郑文灿郑副院长，咱是不是做伙甲郑文灿郑副院长加油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伊好，咱继续拼好不好？郑文灿加油！郑文灿加油！郑文灿加油！文灿文灿文灿加油加油加油！接下来，把宝强介绍会来到现场，即届嘛要。